产业商经济技术与专利产权交流的一个研讨会啊。那这个座谈会刚才司仪小姐已经跟各位报告过，这是国科会的工程中心所主办，然后工研院来承办的一系列的座谈会。那今天是这个系列座谈会总共三场的最后一场啊。那第一场我们主题是谈工具机，也是一样在这个场合啊，是在上礼拜已经办完毕的。那第二场是主要是谈这个触控设备，触控设备。那因为触控设备很多厂商都在竹科那一带，所以我们在前天就是星期二在新竹也办了第二场。那今天跟各位报告就是第三场，第三场主要是谈这个工业机器人的产业商机跟技术与专利的一个产权交流座谈会。那今天也非常荣幸，我们邀请了很多这个在座各位嘉宾一起来参与啊。那首先我想跟各位介绍是国科会工程中心的郑国顺啊，郑副主任来跟各位做个工程科技推展中心在一号平台上面的成果跟简介啊，谢谢。啊，谢谢主席，谢谢工研院，谢谢各位产业界的先进，谢谢肖教授、郑教授。大家能够参与今天的这个产学论坛研讨会。那我想我们工程中心主要的角色扮演是在于能够把学界的成果呢往外推展，让产业界能够在这一块感受到学界在上游的一些研究上能够跟下游中游的这个连结啊。那所以在过去呢，我们一直在这一块呢可能不太容易琢磨啊，因为国科会工程处把计划的成果呢后来把它这个技术专利等等就已经转给了一个学校，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的这个着力上就比较少。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希望借由这几个产学论坛的这个过程呢，能够把我们工程中心过去的几个在里面有关工程处的相关计划学能的这个成果呢向大家说明。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产学论坛，未来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呢能够很容易就快速的找到你们所需要的技术等等这个概念。那我大概分成几个部分跟大家说，第一个部分可能跟大家先说明一下我们工程中心的这个部分。那国科会工程科技推展中心目前的这个单位是在成功大学里面啊。那在过去它实际上是一个希望帮国科会把工程技术推展的一个角色啊。那因为后来这个技术已经转给每个学校在自权上，所以这个角色的扮演上好像就比较薄弱。我想在最近几年，因为大家都谈到产业创新创业的概念，那所以这一块怎么从学界的技术然后能够直接跟产业界之间连结，让这个连结能够更紧密落实，我想这个是我们重要的这个部分啊。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希望能够扮演的角色，在这个服务上是希望跟学界产业界之间有一个很好的桥梁啊。那第二个部分大概就是在这个产业之间的技术媒合上，我们有个平台，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在产业技术媒合上能够促进这个平台的这个运作。那第三个部分是我们跟工程处各个学门，总共工程处现在有19个学门，包括现在比较夯的像绿能啊，那像机器人是自动化相关的啊，那自动化相关有一些像载具啊等等，在过去像这些学门他们都举办过各种的研讨会啊论坛等等。那我们在这一块其实我们在目前积极扮演一个推动的角色，我们都会把他们在成果发表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些影音档，目前我们都积极去拍摄，然后建立一些影音档在我们的 YouTube 平台或者我们的平台上，然后让大家能直接能够观看等等啊。那第四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们先今天可能等一下跟大家说明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工程科技推展平台。那这一块平台比较重要的概念是，它把工程处从1994年到1999年现在为止，工程处19个学门相关的国科会计划，那把它变成一个资料库，收集在一个资料库里面。那这个资料库里面呢，主要是一个成果报告等等跟人力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资料库，能够帮产业界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创投，能够主动的推荐一些技术，或者是能够主动推荐一些人才。那所以这一块大概目前在营运过程当中，主要的想法在这一块里面。那我想我就接着在这个平台上来跟大家说明。那我想跟大家说明，就是我们工程中心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盈利机构，所以我们在做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各位产业界或者创投先进有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呢，等一下如果各位看到我们的这个联络的这个网站或者是电话呢，
那直接可以跟我们联系。那过去我们有几个经验是，产业界有需要什么技术呢？可以打电话直接到工程中心来，那我们就会通过我们刚刚的平台，我们会找到可能专长跟他的成果，按照我们过去资料库去查询到了这个老师，就会推荐给你。好，那当然推荐给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跟老师做联系。那老师有时候时间没有空，他可能不太愿意去做这个下一步的这个产学合作，那我们还是可以推荐相关的这个产业专长的不同学校老师。所以在这一块人才推荐上，我想我们希望从过去的被动向现在变成主动，然后把国家这个有关这个技术成果呢，可以变成广为流传，让产业界能够应用啊。那这个是这个平台比较重要的功能，所以希望各位将来等一下看到那个我们需要各位如果可以登录在我们的平台系统的时候呢，那各位可以登录，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提供一些服务。那目前我们的平台有几个重要的功能啊，第一个功能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有关我们这里有丰硕的计划成果，在国科会工程处19个学门，包括资讯、绿能、电力等等啊，那包括我自己的专长是医工的所有的部分的计划成果都收录在这个资料库里面。资料库里面，那这个透过这个资料库呢，我们有几种索引的搜索方式，我们可以根据名称的索引搜索方式，连带的把主技术的名称跟次技术的名称呢，把它贯穿起来。那所以这样在搜寻上呢，可以找到连带的一些主题名词的关联性，还有谁跟谁有合作关系，谁跟谁有专长的一致性。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人才资料库也做这个连结。那再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产学媒合平台，如果各位的产业界或者创投先进或者是我们学校老师需要透过一个平台媒合，然后透过这个机制来做联系沟通的话，那我们有一个媒合平台，这上面呢可以发讯息，然后会通知老师或者产业界什么时候希望去参观或者希望座谈等等，那这个可以透过这个平台。那再来就是搜寻上的资料里面呢，可以找到计划的成果，那这个计划的成果最原始的资料档当然就是他的计划成果报告，那这个老师如果有相关专利，他愿意曝光在这个地方，那他也可以自己经营在这个里面，所以专利也可以看得到，或者是说这个技术呢本身可以往外延伸出各种不同应用，那他也有拍摄一些所谓的情境应用档案，那可以变成影音档，那在这里面也可以搜寻得到。那当然这里面连带的就是我们希望有个所谓的虚拟展场，那这个展场里面把我们的相关的19个学门各种的这个成果报告啦，或者是这里面的研讨会等等，那有邀请到特别的专题演讲等等，那都可以收录在这里面。好，那各位可以从这里面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这个资讯，可以听听这些过去的报告的一些事项。那我们目前呢也跟工协会在推动这个合作关系啊，那目前我们在跟已经跟工具机啊几个产业跟推动这个合作关系，那希望这个合作关系我们能够积极把我们的技术跟他们做一些连结，那我们希望能够固定时间把相关的技术，那学校老师的成果呢由这个几个连结呢往外推送给这个产业界的技术需求啊，那这个是目前我们大概跟几个工协会在做合作的部分，那目前大概有跟医疗器材工会、电子协会，然后工具机等等有签了一些合作备忘录。所以大概目前的合作的部分呢，大概有这些的部分。那产学推广方面呢，就像我们过去都有办一些产学论坛，那过去办产学论坛的角色大概比较着重的部分是透过学校自己的育成中心或者产学中心呢来扮演这样的角色，那所以这一块里面呢，目前我们希望跟法人单位像工研院或者是我们目前也跟这个中国生产力中心等等都透过一些合作关系，在不同业界里面呢能够推动这个产学的这个合作关系哈。那各位也可以看到我们有虚拟展场，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去看一下，目前我们的展场里面的内容已经持续到150场相关的技术，那目前我们把这个展场的这个内容也跟 YouTube 连结，所以搜寻上也可以直接在 YouTube 看得到。那再来就是我们过去也主动拜访厂商去做技转的这些部分，那这个是展场的这个部分，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我就不再对这个说明啊，这里的影片啊。那再来就是我们一些跟产业界合作的这个产学论坛啊等等，这是我们过去办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案例啊。那我们会跟产业界先推动一些备忘录等等，那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备忘录，我们可以主动的出行，能够把学界的技术呢能够主动向业界推荐。
那过去我们也是一样，在这个地方呢，有跟中部的这个软体园区呢，有一些合作关系，举办了一些产业论坛啊，有一些没有成功的一些案例。那当然，各位产业界的先进或者创投，如果你有需要什么技术、需要咨询的部分，那也非常欢迎各位来电到我们的工程中心来。那我们有专人可以帮你从我们刚刚的资料库推荐有哪位老师，在你的这个资料库里面可能可以直接联系这个专长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资料库里面的人才搜寻啊，如果已经有人，各位的产业界已经过去有合作经验的老师，知道他的这个技术成果，那你可以跟我们讲，我们直接去搜寻他，然后可以找到他相关的技术，然后我们可以跟老师联系，看看有没有兴趣做一些合作关系啊。那这个是平台的概念，那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啊在帮忙啊化工系、成大化工系的老师有关这个胶囊啊公司之间的这个外壳合作的关系。那也有些时候呢，我们也遇到问题，就是产业界的先进呢，提供一些技术的概念，需要这个技术的协助。那我们就透过我们的这个平台搜寻，在资料库里面可以对这个平台做一些搜寻，找到相关系的老师推荐给这个业界啊，希望这个业界能够跟老师之间呢形成一个合作的产学合作关系啊。那所以这个是过去我们所推荐的一些案例啊。那这个是有关我们人才在搜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些关联性啊，那我们会跟老师之间安排啊等等这些关联性，然后可以找到这个主要的团队啊来帮产学啊等等做一些这个服务的概念啊。那我再强调，就是我们的服务呢是不收钱的啊，所以各位不用客气运用国家的这个资源啊。那当然我知道各位产业界的先进和创投，你们在技术上也有一些抗争，说技术可能不是希望快速的外流在外面。其实我们的服务合作呢都是什么，都是属于秘密式的，所谓单点服务对象概念，就是我们不是对外公告，是我们主动去搜寻，然后再去做一些连结媒合的概念。那这个是有关这个台南加砖啊，有关这个刺绣自动化的部分，还有机械结构也是找到相关的部分。那所以这个过去都是一些我们媒合的一些案例，然后不管是学界需求，不管是产业界需求，那我们大概都可以透过我们现在这个方式呢，能够推荐给产业界或者学术界呢等等做这个需求。所以这个是我们过去做的一些概念。那这个是我们媒合这个技展的这些概念的会议呢，那在这边举办的这个情况。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过去希望透过这个依靠平台以后呢，能够把过去比较被动式的变成主动式的，然后比较不会透过这个时间上的限制。那有些时候呢，有些成果你可能漏掉了，那你还是一样可以透过这个虚拟展场，那可以做一个这个联系啊。那所以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所以我大概就说明到这。希望各位如果有机会上我们这个网站或者电话，那直接跟我们联系啊，谢谢。